双人瑜伽，请开始跳，他们还没，还有十秒。6、7、6，对他们来讲这样太容易。1、1，好，好，成功。这样太容易了。我爱丈母娘。那请于一分钟内开始。可以做没关系。哇，顺利都炸开了。好，成功。五下，要讲。对，直接进来。哦，好。是帮我朗读爱情宣言。我将承诺。承诺。家事我全包。薪水都全交，逛街全程陪，这个还可以，剩菜剩饭都我吃，老婆的话必须听，老婆我爱你，老婆，那我们认识也已经有5年了，那我们中间已经也经历过很多，我们本来是远距离从台南跟桃园的远距离恋爱，后来有缩短一点，变成台南桃园跟苗栗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是已经有一个未来我们会有一个自己的家，就是辛苦了这么久，终于有一个美好的结果。那我未来也会继续为了我们的未来继续努力。那老婆我爱你，好，老公我爱你。阿公、爸爸、妈妈，阿妈叫阿嬷啦。阿嬷，就是谢谢你们这几年的照顾啊。我跟淑梅认识以来，你们一直都把我当作自己的小孩一样，然后每次都煮很丰盛的大餐请我们吃。那就是我淑梅，我之后会好好照顾淑梅，那你们也不要担心。那你们有，我们有空就会常常回去吃饭。好，好，优秀了。妈妈，淑梅哦，啊，过去哦，啊，你那去过哦，哎，阿公，哦，啊，爸爸妈妈哦，啊，讲友好啊，啊，夫妻哦，和顺啊，这个啊，那家己的份内工作做好啊。嗯。你友好时代啊，嘛是敢那像替和顺。嗯，哦，啊，两位哦。要大家合力同心，才能好啊建造一个好的家庭。哦，好，谢谢爸爸妈妈、阿嬷从小培育我长大。那要好好照顾自己。那我也住得很近，也会常回家吃饭。对，那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、开开心心的。